这就尝试了黑暗料理啊，足够黑，这个局面是不是就帅呆了、酷毙了，简直无法比喻了？你一笑一笑，来来来。兄弟们，今儿来到了大重庆啊，白天咱露点自助店铺店吧，晚上可以火锅自由啊，发了米，哎，多少钱一位啊？428。龙虾刺身是每桌限送一份。咱们仨可以一人一桌吗？照咱发挥了，减脂期吃啥？三文鱼。牡丹虾100个，鳌虾100个啊啊！它是这种海胆，这种海胆咱就不要了。生蚝来20个吧，这个奢侈。黑松露炸鸡来5份，牛肩肉来10份，大脑来10份，10个牛仔骨，盐烤黑虎虾来20个。咱第一波点了10000多，因为我点完了，就是咱这就按我那个量上就行了。我吃完要给你赔钱。好的。好嘞，就俩字奢侈啊，量好像没上够啊，一感觉啊，不少至少辛苦过的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黑暗料理啊，足够黑。好的，吃起来这个跟咱上次在莆田吃的一样，哎，就这个感觉，待会直接再搂100个，哎呦我，真板正，来我来。哎，好的，那经理好温柔。今天没啥胃口啊，简简单单就吃个下午茶，不食不饱。是，你看老弟多自觉，不下小王自己上进。来个鲍鱼。哎，唢呐大队还没吃呢。嗯，对，咱兄弟们还没吃呢啊，先敬咱唢呐大队一个啊，走你。唢呐一出，谁争锋？哎。嗯，来个龙虾，这佛跳楼东西好少，呵呵，一个鲍鱼，一丝深。嗯，那个很鲜美，知道吗？来口牛肉，开开胃。啊，我爱重庆。嗯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跟你说一下，你又给我搞成进口的了。嗯，这是我喝过的。还行。嗯，龙虾粥不错，有龙虾啊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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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过完了，来，再来口龙虾肉，一说就这么一份儿。嗯，它这个鳌虾个挺小的，但是能不限量，我觉得就很 OK。你笑就笑，笑。嗯。就刚才我们吃这个鲍鱼。来100个，还必须来100个，不然不活咱气质，有点痛啊，有点痛啊，有点痛。嗯，我说我像僵尸，他们说我像海狮。吃肉，哎呦，鲍鱼来了，好的，这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50个，还欠了50个。嗯，啊，没盘子。好客，谢谢啊！桌上连盘子都没了。老话怎么说？五湖四海的社会名流，盘子肉的花胖最有看头。兄弟们，是否口头？嗯。啊！这有点酸。哎呦，这个局面是不是就帅呆了、酷毙了，简直无法比喻了？真是鲍鱼，对的啊！对，吃肉，放放去。哎，搂它，满满一锅、啊。这就我们能回本的，那一定回本。嗯，咱又是不会说了。我们三个人把单一买，不用，不是您的心意我们领了。但是第一，我们确实本来就吃的比较多，然后再不给钱，这事不合理，知道吧？不行，真不行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重庆花潮消费1284，吃的非常爽，也喝饱了，也非常感谢这个经理今天这么热情啊，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毕竟能让我们这么厚厚的自助餐已经是越来越少了，兄弟们，所以珍惜吧，兄弟们，干干净。